眼神盖过了最终结果。过分，反而你高高在上，把自己装得天真。你问我值不值得，先问问自己爱没爱过。到头来是我给的太多，却把自己逼到绝望的角落。这么问我值不值得，先问问自己到底。眼神盖过了最终结果。哇，好不好听？好听吧，而且非常的新哦，值不值得？你会唱了吗？对，快会了，快会了。下次帮你编个对唱。大家回去点击率，点各点二十遍。对，我的 MV 上了 ，MV 上的、哦，对，在上了，大家曲曲啾啾，YouTube 上面对，曲曲 YouTube， 大家记得去对，值不值得？按赞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对，好，那这首歌听说你有参与的制作过程是不是？对，我参与了编曲跟作词。哇，也是多才多艺。对，好，那再次大家记得去多听这首《值不值得》，再次全员掌声，有要献花。哇，我们的。我的闺蜜，闺蜜要献花，非常掌声鼓励。好，再次全员掌声啊！还有一束，还有一束、啊，哇，人气爆棚，人气爆棚。希望大家都遇到一个值得对你的人，跟你值得爱的人。谢谢。非常有故事的歌，全员掌声送给曲曲。再次谢谢。